经过马德鲁的还是不错嘛。今天你空吧？有啥子事吗？那天不是他想吃排骨香肠嘛，我们去给装了的嘛。他好久说的他又想吃了。那每天上班都在看人家装的排骨香肠，肯定是他想吃嘛。怎么？你想吃排骨香肠吗？妈说的去给你装。妈，喂，你说装排骨香肠吗？我装贵得不得了，我那天去问的，手工费都要10块钱一斤，你算一下，如果你装10斤要好多钱，还不算排骨费。想吃就装嘛。妈，那你去装点点嘛。反正他坐月子的时候他就吃不成，装起我儿他帮他上好胃袋就行了。那个装起就有法吃，要催着他就要哄好了，他坐月子满月嘛就可以吃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妈不装。我们先买点来回来自己装嘛，简单得很。姐妹，我和妈去买点排骨回来装，你要不要去？我去，但是我也想带我吃一下。剩啥都没有，剩啥的我们就走啊。好了好了，走，我们去买排骨装香肠了。妈。我装了，装排骨麻烦麻烦不得。你们少装点的嘛，这你想吃哦。懒得装了，我说。买点的就是了，我不装给你上瘾还行。哎，排骨咋样？可以，排骨不好看，我们少装点的。今天装个排骨好吃，明天我们就不管香肠，就装排骨了。妈买的那排骨，主要是靠了你的，你怀娃娃辛苦了。去把那排骨宰成小结结。我们宰了再洗。妈，我排骨宰完了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把排骨洗干净，排骨的水分已经干了，然后腌制一下，带点白酒增香，整个姜，整个葱子拌均匀。我说吧，烫排骨香肠很麻烦，妈，麻不麻烦？这个东西啥子很麻烦嘛，慢慢弄咯。刚好我们买的这个肉一包料就够了，把它和均匀，再打一下就可以了。开始装排骨了，还好今天这个肠子比较好关。看来这个是个细活。我还以为妈装个排骨香肠多厉害的，我不在那，你装两个小时你都不装不完。我一个人吃也吃不完哦，你肯定啃起一口的，你说谁帮忙了？姐妹，那月子出的，那够了不？够了，够了。经过马德鲁的还是不错嘛，像这个样子。错，经过丹哥的努力。把气给它排了，整个温水把它洗一下，又把水晾干。好 ，OK。那就是我们忙了一下午装的排骨香肠。